Hello， 准备放榜的应届 DSE 考生，你哋好啊！我是赵展雄阿 Fell 啊，知道咧你哋就嚟放榜咧，你哋嘅心情一定有忐忑有期待啦，所以今日咧就等我陪大家去放松一下啦。云雾将晴空盖掩，埋下天际伏线。随时一会发现，世界很大，还很大。可以的，你可以有更好的，原来不坏，还不坏。可有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一世界，未来千姿百态。缘分尚未到，别怕，定会到。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。我等待放榜的時候心情其實一定是緊張，因為很正常緊張係。咁收到成績表之後我記得我第一件事做的事咧，就係同成班 friend 一起去交換成績睇啦，即係睇下喂你係幾多分啊，你幾多分啊？咁我記得因為我的分數咧又未話可以入到我自己最想入的科目啦，所以我自己最後就選擇了去參加歌唱比賽。因為其實我覺得咧，乜嘢即係興趣都可以變成職業啦。咁如果即係一世人咁長啦，但係唔可以一路做住自己中意嘅嘢，其實都有啲可惜咯。所以我覺得未到即係做唔到落去，就 keep 住堅持咯。有冇迷茫過？其實一定會有迷茫過咯。例如有咩時候會最容易迷茫？就是當譬如好想整首歌啊，但係資金又唔夠，跟住識嘅人又唔夠多，咁變相就即係好困難咯。這個部分會咁點樣走過？其實都係一直之後都係靠直播去儲錢去整歌咁樣咯。咁就有班 fans 就好 support 我，咁其實係佢哋陪我度過咯，算係叫。唱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因為唱作是真的，其實是生命影響生命，即是你填的詞其實別人聽到又有一些領悟，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。因為我自己也有聽很多不同地方的歌，我這裡吸收一下，那裡吸收一下，其實都是一些人生道理來的，很多歌都是靈感，其實都是來自生活的不同瑣碎事。三個形容詞啊，我是有啲固執、自我，但是又是堅持的。我某程度上自己的固執和自我咧，令到我咧最後咧都係堅持自己想做的嘢，同埋行翻自己的初衷想行的路咯。有咩特質啊？其實都係固執，好似教人要固執咁樣。唔係嘅，其實係你真係發掘到自己好中意嗰樣嘢咧，你就自然會去噶啦。其實最緊要你知道自己係中意緊嗰樣嘢，定中意緊可能嗰樣嘢背後得到嘅一啲嘢咯。如果你係夠中意嗰樣嘢嘅本身咧，其實我覺得你就唔會放棄咯。放榜期間，同學有任何疑問都可以打俾青協 DSE 升學專線，電話係2777-1112。或者上他们的网页浏览2022电子版放榜攻略，祝大家一切顺利。